菜哦。二三啊。旺菲甲生鱼片，五黑尾鱼哦。有，还有什么鱼？黑尾鱼跟旗鱼两种。没有鲑鱼。没有卖鲑鱼，我们没在地耶。啊，叫鱼啊，看我们煮些青鱼啊，无清蒸鱼啊，是要煎鱼。看你看，你叫啥？你叫什么？我叫炒个饭，中华虾炒饭。白饭就好。白饭就好。白饭吗？大不要弄个鱼下去清蒸。蒸鱼片尾鱼的。黑尾鱼，我错了。八片六百。八片600。了解。还是旗鱼。八片。还是要切综合。黑尾鱼就好。好。要不要用个我们的鹅啊？鹅啊蛮推荐的，补水鲜科。还是要弄个酥炸那个鱼，还是要炸一个花枝丸，还是要弄个鲫鱼豆叉神龟啊？我们的樱花虾炒饭是蛮有名的，如果说菜色苗叫很多的话，可以弄白饭虾。好，还是要炒海瓜子。好。要不要弄个青菜？空心菜、水莲、娃娃菜、丝瓜、蛤蜊、三叔。三叔啊，好，好，但是有鱼啊，无鱼？无鱼，无鱼哈。他们自己的叫那个鱼，叫看嘛，就当个那个鱼，什么是叫那个鱼？它就叫做那个鱼，名字叫那个鱼。哦，起成了银鱼啊呢，成了岛鱼啊呢。啊，叫几个了？三样。要弄个那个鱼试看看。今天吃得了。不过先安尼。煮点汤啊。蛤蟆汤啊，要鱼啊汤。什么鱼？叫海鱼。你当煮这两马鱼来煮汤，这小个好吃；煮姜丝汤，还是煮味噌，姜丝就最好吃了。一份偌济？迄一尾六百，煮到好。煮好六百。嗯，煮汤啊。都蛮大只的，无食安济啊，因为恁南那么多，系啊，或者其他鱼啊较贵些，嗯，有食安济啊，我哋简单的蛤蟆汤就晒，蛤蟆汤就好啦，简单就好，蛤蟆汤啊，简单啦，嗯，就安尼个一个价格，安多1300啊，好，看看另外算，好，1300。这个人去，嗯，多谢啊。两桌在吃了呢，吼，咱是上早呢。